check in， 我諗十次過外啦，或者非常之好啊！呢、這個領匯學堂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同埋增長好多嘅知識啦。聽咗今次之後有啲啟發性咯，可能喺思考上啊，或者對啲人客方面都有唔同嘅睇法咯。樂富、黃大仙同埋眾富，法國葉老師，今次嘅講座咧，俾我哋一個好新鮮嘅介紹，我哋嘅。自己的名字的方式令到我們人家記得我們，作為一個商戶，客人記得我們這間公司是很重要的，對我們來說Miss Care 暫時是第一次，都學到一些東西，就是說銷售的技巧都學到一些，跟不同的客人說不同的東西。今次呢其實已經是我第二次幫這個領匯學堂講這類的講座，第一次呢我是講溝通方程式，就講了六個方向，包括了 question mark、減加乘除和感嘆號，所以我拿了一些相同的精髓，就變成今天這個叫溝通有道，就講三樣東西。第一就是怎樣可以有話可說，第二個部分就是長話短說，第三個部分就是短話長說。我希望就是只是講三樣東西，令到我們的客戶即是今次學了之後，在他們自己商場面對其他市民的時候都可以用得著。今時今日如果你問我今日商戶面對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就是個社會變化很大。第一就是越來越多人是借跟任何商鋪溝通的機會發洩自己個人的情緒，第二就是他不是一定對你發洩情緒，但是顧客與顧客之間會有些衝突是你預計不到的。更加麻煩的地方，有些人他可能不是香港人，他可能是講緊普通話，可能講緊英文，可能講緊法文，這個時候我們過往已經習以為常的文字是不再 work。在這個時候我今天其中一個提及大家的，就是說我們是要用一些新的方式來應對。如果你問我今天他們最重要要學識的是什麼，或者有哪些環節一定用的，就是如果他有規模可以裝得到一個 CCTV 一個錄影機，那我很強烈建議他們要做的。第二就是如果他們有足夠的人手的話，其實處理一些特別棘手的時候，我希望我們可以明白，就是不要只是一個人去，是兩個人一起埋去。個好處是什麼呢？起碼 A 可以說 B 講了什麼，B 可以說 A 說了什麼。如果我遇到一些特別敏感情況，其中一個是可以拿著部 camera 拍下了它，那我會相信會減少很多在未來在傳媒上面的爭拗，因為我們拿到證據出來究竟我們是什麼。我就相信我們的商戶今天學識的就是保護你自己，因為世界變了。我平時行走江湖有一些東西叫溝通方程式，教六樣東西的。我今天講一個類似但不相關但更簡單更易學的，那個叫做溝通有道的三招。那三招是什麼呢？第一個叫做有話可說，第二句叫做長話短說，第三招叫短話長說。這裡呢希望大家掌握了這個呢，就是第日對答如流。其實我們未學都對答如流的，現在有沒有見到地鐵上面那些人衝突？嘩，講粗口很對答如流的，那個人被人罵完之後會怎麼說？拿出來啊，拿出來啊，有沒有聽過？但問題是什麼？看完一條片就這樣，看完第二條片就這樣，千篇一律的嘛，真的很悶的嘛。我人生裡面就記住對答如流，就是我們不要重複以前的東西，一定要有新的。有話可說呢，譬如說又包括介紹自己的名字，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有些人可以令人記得，有些人令人不記得？是因為絕大部分情況之下，一般人能夠記到的東西是得五至九。為什麼我們講完個名字人不記得呢？你試想想，我們譬如晚上去吃飯十三個人不識嘅，咁就話：介紹下自己，好無聊咁啊！啲人係嘛？你介紹啦，介紹完啦。咁我哋會記得邊個？介紹完之後記得邊個？記得第一個，記得最尾一個，記得旁邊嗰兩個，記得對面嗰個，係咪？嗱，我話俾你知啊，我其實已經分咗兩種人啦，一種叫理性人，一種叫感性人。理性人就係正話一種答案啦。我記得第一個，我記得最尾一個，我記得旁邊兩個，記得對面嗰個。嗱，呢叫典型嘅理性人啊。嗱，感性人係咁樣噶，點會記得隻黐嗰啲？嗱，第二種係咁樣噶。李生不用問的，我只是記得靚嗰個嘅啫。有話可說的 number one 就是記低自己的名字，必須重新再包裝。你是揀一個最近的範圍，令人記得那樣嘢，而不是需要記得你的名字。當中牽涉一些技巧。嗱，話說，即係我唔一定要介紹自己的名啊，介紹人哋個名字都得嘅。我有一次去講talk，嗰間公司叫做宏利。我講完之後，幾年後啲人都跟我講，到今時今日喎，我話俾朋友呢間係好公司嚟㗎，點解？這個 man 進來就 new life， man new life， 就是這樣，明白了嗎？這些就是叫做令人記得了，所以我們是要觸動到人的神經，人家才會記得的。所以有話可說要記住，利用了剛才那些特點，理性人特點你第一個說，第二個說，
你自己的第一句、最尾一句，起碼要識呢啲嘢。咁但係我哋都牽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喎。咁你講完自己名，裏面講咩先得㗎？有個建議俾大家，好簡單嘅啫。我係學咗呢樣嘢先，就叫 CDEF。我哋個腦原來劏開都係咁樣分嘅，左邊同右邊係唔同功能嘅。喺我哋左手邊呢一邊係計數咁嘅，要好邏輯嘅，即係我哋望過去。OK。咁呢一邊咧係講數字、講比較嘅，明啦？呢一邊係講咩嘅咧？非語言講感覺，係咪？講身體語言兩嚿嘢嚟嘅。人起碼分兩種，一種喺呢邊嘅，一種喺呢邊嘅。咁我哋要用 CDEF 嚟分咗四種人，即係兩種就呢種啦，四種就呢四種啦。一種咧係同你講好現實數得到嘅嘢嘅，嗰、那個叫 content， 叫內容。現代我哋能夠明白嘅術語嗰、那個叫產品。佢會同你講咩？有冇折頭？係咪要慳到一蚊？明啦。所以賣咖啡豆就呢個 case， 所以一蚊賣到五蚊去到最盡嘅啦，呢、這個係咪？但我哋今時今日我哋知道啦，特別有啲我哋知係壽司店啊，有啲係化妝品店，我哋唔係賣嗰啲嘢噶嘛，我哋賣呢啲 delivery。delivery 現代嘅語言叫咩？服務，因為服務係賣緊可以賺到你錢嘅嘢，所以就唔係個實質。第一，笑容，但記住我笑容 hold 唔耐噶嘛，大家影個相都知噶 ，hold 完三秒，仲唔影？就好硬啦，係咪？所以我哋要靠身體語言，普通話大師，係咪？我記得你嚟聽個講座，我記得你飛沙走大嗱，即係話我唔係賣咖啡啦，我係賣一啲虛嘅數唔到嘅服務，所以收你十蚊廿蚊咯，易明啊？但係呢一個好似勁啲喎，有 WiFi 嘅喎，呢、這個概念叫咩？這個叫 experience creation， 但係真正能夠賣到錢嘅都唔喺嗰度，喺呢度一百蚊呢個食飛市，係咪？坐你隔離嗰個習近平嚟噶嘛，明啊？所以我記住，現代嘅溝通咧，我哋俾緊人係 content， 定係一路由 C D E 去到 F， 呢個就係今時今日溝通難嘅地方。如果你能夠將 content 包裝成為呢個 face， 而係有 content 嘅，就係叫做有話可說最核心嘅地方。如果你係有冇 content 而包裝到呢個叫吹水。咁我哋先由六個方向教大家講嘢。第一種戴藍帽嘅咧，就係講宏觀嘅，佢淨係同你講規矩嘅。各位朋友，嗱，我哋今日咧呢個辯論咧就有三位候選人，包括咗梁振英、唐英年同埋呢一個咁啦，明啊？嗰、那個咧就係做宏觀主持，講大規矩嘅。喺我哋嘅店鋪裏邊，如果你自己係 boss 或者你個 manager， 其實你都要識講呢類説話，你要鎮得住人。咁鎮得住人靠咩嘢？兩樣嘢。第一就係公司賦予咗你呢個授權，你做咯。我係經理，各位朋友，我係經理，請聽我講。第二樣嘢，你自己本身有天然嘅權威，行出嚟就得噶啦。第二種講説話而係有實質內容咧，就係呢一種。呢一種咧就係現代你聽我哋嘅風煙節目，全部電台主持都係呢一種啦，引起你情緒，激到你好嬲，然之後一齊去罵邊個咁啦，明唔明啊？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嘿，威廉好啊，即係就係嗰種啦，明唔明啊？咁呢個咧係我日常發泄裏面好容易學、好容易做，只要你引起嘅反應同人哋引起嘅反應一樣。咁就馬上已經係 friend 嘅。我哋今時今日亦都要識嘅就係叫白色，就係、是、數據。特別咧幾時需要？大家知唔知？就係當我哋唔係處理我哋同傳媒嘅衝突，唔係處理同客人嘅衝突，而係處理客人同客人嘅衝突。你一定要係識得叫攞數據。咩叫攞數據咧？即係話你唔好牽涉自己嘅任何感覺落去。我用一個英文字，呢句叫 neutral， 明白啦嘛？嗱，譬如話而家有兩蚊打起上嚟，你咪唔啱啦你。咁就死啦！明唔明啊？你咁又啱啦咁，咁我應該點啊？教大家啦，好簡單噶呢、這個。師姐，你啱嘅係咪？嗱，師姐你都啱噶，咁咯。總之就係我哋要記住 ，neutral 係攞 facts and figures。我哋嘅老細亦都唔希望你負面去批評任何一個人，只係讚咗另外一個人，係嘛？或者你自己牽涉喺裏邊有情緒嘅反應，咁樣咧對於處理我未來嘅衝突係相當不利嘅。長話短說，其實點解有用呢？我哋有兩個好重要概念嘅喺溝通裏面。第一個咧就叫做 kill time， 第二個叫 save time。呢個管理學上面咧好重要嘅兩個概念。我哋面對顧客，我哋要識得 save time 定 kill time 啊 ？kill time，save time 冇錯。嗱，如果邊個淨係答一個都錯㗎，你明唔明？
又要升級，又要升，因為有啲人又嚟同你 hea 啊嘛。咁你趕鬼咁樣喎，有個你要趕鬼咁，你同佢慢慢講喎，好興噶嘛，你明白？搭快啲得唔得，大佬趕飛機啊，你明白？就係咁咯，明啊？所以係兩樣都要識，溝通就係話 say time 同 Q time 都要學，所以長話短説就要學，短話長説都要學。講嘢不在乎多言，只在乎中 point。特別係敏感時候，有個人埋你抽清你，你仲講好多嘢啊？唔係，係講夠嘅嘢，太少又唔得嘅喎，明唔明啊？太少會出事嘅喎。阿小姐，我而家 book 咗1:00有十一位，冇，答佢啦，咪先嗱，呢啲叫唔夠啊，大家明啊？即係話長話短説，短得嚟都要夠啦，就唔係講一隻字。長話短説裏邊咧，第一就一定要剪裁，我哋要説話要精簡，不在乎多言，否則的話你就被人剪裁，明白啦？所以我哋係自己先剪裁咗一啲合適嘅嘢，就唔好俾人剪裁一啲我哋唔希望俾人剪裁嘅嘢，所以你合適。用人的說話去講了感覺，特別處理我叫有人死傷嚴重受影響的事，包括了兩個人衝突。第二個學問我們要識的是什麼呢？叫多媒體包裝。這個年代不是你有沒有做，是你有沒有做給我看得到。所以今時今日你記住，剪裁就不要給人剪裁。第二就是多媒體考慮，你起碼要有個相機在這裡，起碼有 video 在這裡，必要時候拿得出來用的。再不是都起碼真的衝突的時候要有兩個人出去，咁你所以保護到自己。最後其實我要知道啦，任何嘢裏面總有負面，總有正面。所以今時今日我哋記住，但凡有人喺你嘅左緊衝突，我哋就全部人要戴曬藍帽，你要扮演呢個角色做和事佬，令到件事可以處理到。譬如話呢個係我同事嚟㗎，同呢位阿叔撚嗌緊交，咁我其實係企咁近嘅啫，我點可以即刻馬上擺平啊？聽住啦，唔好意思啊，呢位先生，我同事嗰度咧，佢有第啲嘢要做。喂，你搞定咗件事先。我想幫下你，我就睇唔到正話發生咩事啊。我不如再了解一下，我幫你解決啦。明唔明？當你重新再出現，洗開咗你同事，所有嘢就係推倒重來，唔係出現咗個face issue，因為佢一句拉興咗佢咩啊？阿伯咁死啦，明啊？我幫大家形容一下一句醫管局，我幫佢執出嚟叫 dirty words， 睇下大家敏感度夠唔夠啦。嗰句説話咁嘅，太太你稍微等一下就得噶啦。OK， 有咩問題？問題是在太太這個字根本不應該存在，我大肚的太太啊，我抱著的太太啊，你那叫小姐啦，什麼小姐沒有小姐啊，明白嗎？即是當人吃著上的時候什麼都可以嘛，所以我們記住這叫敏感字眼，不要用。當我們處理任何衝突的時候，我們都有好多個身份，那究竟你用哪個身份去講就千差萬別了。所以我們跟群眾有任何衝突最重要用的身份是什麼身份？我也是市民。你警察得㗎，我警察咁樣啊，我都係市民嚟㗎，我對政府都有意見㗎。咁但係佢執勤㗎嘛，大佬啊，俾下面你。咁你咁講唔同啊？我哋每一間店總有個定位，然之後希望有個終點嘅。咁然之後呢個就係個過程啦。咁另外長話短説有六個字，叫六合，就係 when where how why who what。咁呢個幾時用？就係我哋話，如果前線要記錄一件事，請你原原本本淨係問六個問題，記完交俾你老闆，然之後老闆揀其中一個 point 同人講，咁就得啦。我哋可唔可以有唔同嘅睇法㗎？梗係有啦。舉個例子，四川地震可以有幾多人係咪？但係我可以 highlight 嘅乜嘢？温總見咗個小女孩，咁咪個重點不一樣。任何嘢我哋係要一個比較完全嘅 picture。咁先可以睇到真相嘅。記者只會挑其中一 part 嚟講，啱啱？我哋就要令到全個局更加清楚，然之後將啲應該凸顯嘅嘢凸顯翻出嚟啊嘛。長話短説咧，仲有個叫歸類法。原來你有三層嘅答案咧，我哋可以揀嘅。向上就叫大原則，三個字嘅啫，情理法、法理情、理法情，你自己排過。第二，我哋就答啦。呢件事我哋橫向可以點比？第二個一個小故事，一個比喻。我喺2009年有個經驗，就係去到東莞做培訓。有人問我啦，李生，有人成日問我哋架車咧，竟維修點解咁貴？我哋唔識答。哇，係咩？你每日都問㗎？係啊係啊，每日都有人問我㗎。咁我話：咁你平時點答啊？我咪話俾佢知唔貴咯。我答咗啦，答咗咯，不過佢唔滿意喎。梗係滿意啦 ，OK。咁啦，我哋記住啦，最重要嘅咧就係有一個橫向嘅數要俾到咩人？理性人。我舉個例，譬如我而家要賣呢個器材俾大家，我點先可以賣到啊？我要等另一個同樣嘅，但係貴啲噶嘛，咁你先會買呢個噶嘛。
第二或者同樣價錢但係差啲嘅咧，所以你要叫比較。所以呢個係幫我哋一句可以捉中一啲理性人，但係更加重要嘅，我哋針對感性人要一句講得中嘅，就係一個小故事一個比喻。跟住教大家啦，要改變個角度，人哋唔好再咁肥啦嚇，改做有福。好啦，跟住點樣短話長説啦？其實我哋係用翻正話嗰、那個。如果我哋靠記憶，記住有啲人係靠聲音嘅，有啲係靠圖像，有啲係動作。所以我哋而家要同任何顧客交往，唔好淨係靠講，有相，而且有實物俾佢摸到，咁先係促銷。咁啊，正話呢個咧就係我正話所用嘅 model 啦，就係當我哋遇到理性人嘅時候，同類嘅比較，過去嘅比較，其他嘅做法，理想嘅做法，其實就係現在、過去、未來嘅比較啫嘛。但係針對感性人咧，我哋要識得有呢個表，呢個叫 Maslow model， 就話人咧有五種需要，有物質嘅需要、温飽嘅需要，高一層嗰個叫安全，高一層嗰個叫社交，高一層嗰個叫自尊心，再高一層嗰個叫成就感。我利用任何一層可以有兩個推銷法。感性人嚟講兩樣嘢：一，佢中意啲咩；二，佢驚啲咩。所以我哋將呢個表一劏劏開咗做一半，所以呢度有十招。呢度有四招，咁就係我哋將呢啲嘢混合咗之後，就係、是、一件好少嘅事，我哋可以衍生出十四個答案。點解你維修咁貴啊？唔貴㗎，我哋過去2008、2009、2010嘅價單都一樣㗎嘛，冇貴到㗎，我俾 discount 你㗎。嗱，豐田嗰架車行5000公里要維修一次，我行10000㗎嘛，仲有。你在我們這裡弄了之後，將來壞的機會低很多的嘛。你買了我們這輛車安全很多的嘛，追女仔都漂亮一些。你中國人來的嘛，沒理由買個日本鬼子東西的，是不是？你買了我們這輛車，人精神爽利，升職都快一點，要不配不起你的。那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將一個細議題無限量這樣繼續說的。黃星寶那個是解 positive， 即是任何東西我們是望一些positive 方面。我哋譬如話遇著兩個人嗌交，我哋是但批評一面咧，你都會出事嘅。咁我哋咧通常嘅講法就係兩邊都有佢啱嘅地方，咁就得噶啦。哦，你希望個有位坐啱嘅，嗱咁你等咗咁多餸喺度，你知你啲餸咁重都啱嘅。不過嗱，記住嗱，呢句好重要啊。不過咧，如果有其他人坐咧，你繼續堅持咁啊，啱都變錯咯。係嘛？嗱，咁你出嚟先啦。因為我試過咧，有兩個鬼佬啊。哦，鬼佬。唔係，因為我前一段時間咧，就佢哋唔好啲英文。咁但係嗰個鬼佬咧，咁我又要翻譯俾嗰個，咁聽啦。咁呢一邊嗰個又要我去喎，跟住嗰個鬼佬就點投訴我？點解 service 呢個？又唔想去除咯。當我哋喺今時今日教我哋前線員工或者我哋自己啦，面對衝突嘅時候，係咪所有都可以解決㗎？話俾大家知，大概有20%係冇可能解決嘅。但係我哋今時今日咩叫啱，咩叫做得對？我哋記住，我哋嘅舞台係成個商場㗎嘛。只要其他啲人在座見得到嘅，佢覺得你啱就叫啱。好嗱，我講嘅大概係咁上下啦。